买一杯咖啡加一个小蛋糕就可以中100万，这真是太幸运了。花莲又开出了云端电子发票100万元的专属奖项，是位在中心路上的全家便利商店。国税局花莲分局表示说，云端发票有高达2亿4500万元的专属奖项，建议民众多加使用。花莲又开出了百万发票特奖，这是位在中心路上的全家便利商店。这位幸运的朋友只买了一杯咖啡和一个雪花蛋糕，就中了云端发票100万。109年1、2月的这个统一发票已经开奖了。那这次呢，花莲地区非常的幸运哈，那有开出了这个100万元的那个云端发票的一个专属奖金。那这个云端发票的这个专属奖金是坐落在我们花莲市美仑地区中心路上的全家便利商店。那这个幸运儿呢，是在109的这个1月12号哈，那他到这家的便利商店啊，购买了就是我手上拿了一杯拿铁咖啡跟这个雪花蛋糕。那这张发票呢，中了这个100万元的个专属奖金。那我们现在呢，是非常的恭贺我们这位幸运儿。国税局花莲分局表示，云端电子发票有高达2亿4500万元的专属奖项，欢迎民众多加使用。那我们这个云端发票呢，除了哈可以跟一般的统一发票兑奖的奖金是同样的兑奖资格之外，另外呢还有云端发票的专属奖金。那这个专属奖金有15组的100万元，还有呢15000组的这个2000元的奖金，另外呢还有50万组的500元的专属奖金，所以呢是有双重的中奖机会。国税局也提醒中奖民众，如果没有办理自动归户，从4月6号起3个月内要记得完成领奖手续，以免奖金逾期回归国库。谢瑞慧华视报道。